为什么现在好多80后喜欢出来自驾生活？一人一车自驾游，今天是第38天。今天咱们不拍我的衣食住行，拍一拍雨季的331路况怎么样？给那些正想自驾331的朋友们一些帮助吧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县二道白农场，我要顺着这个二道白农场，沿着331一路向南。因为我从辽宁出发的时候没有走完这段331，所以只能8月份才开始走这个331。8月份的331，感觉好像进入了连雨季，前方好多暴雨的路段，也有好多塌方的路段。所以，我逆流而上，即使它是暴雨，我也要回家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出发，看看331到底什么情况。这里有一个600米后掉头，稻田坝，咱们在这儿欣赏欣赏。直播间里的老妹儿然然，她今天给我发消息，她说特别喜欢在户外生活的这种感觉，然后不是说想出来和我一起走吗？老妹儿可以的哈，但是
出来走可以，但不带骂人的，我被骂怕了哈。咱就一起走，你觉得不好，然后咱就分开。然后老哥带你体验一下这种户外生活，你可自己考虑好啊。虽然在外边有的景色很漂亮，看着大家在外边生活很安逸，但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是在102国道上，马上就要进入331了。在这个国道边看见了一个稻田地，也像老妹说的，在外边这么漂亮的地方做点饭吃很安逸。这是什么？暖风驿站。那这个驿站是不是就是用来休息的呀？不能吧，驿站是供人家领导休息的地方吧。你看，领导休息的地方。这里是这个农田的简介。黑龙江应该是产粮大省了哈，大部分的粮食都来自东北三省。其实在这个户外生活做饭洗衣服，就有点像小时候那个过家家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觉挺好的，有点像小时候那个样子了。小时候你们玩没玩过弄两个菜叶，上面放点花花草草，做一盘菜，然后一些小孩子在一起，你是爸爸，你是儿子，怎么怎么样。自己出来旅行，在户外做饭洗衣，要是有个伴儿的话也挺好。但是呢，我这次被弄的是真的有点不敢太结伴了。还有兄弟说，你怕啥的呀，即使分开了不好，你不也是你的素材吗？所以说这次然然要想和我走，对，就像这兄弟说似的，骂也好，走到一起也好，都是我的素材，不然在路上有啥呀，就我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怕了，愿意走的你们就来吧，反正我现在每天的目标你们都知道，愿意跟谁都可以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爷爷奶奶、弟弟妹妹都可以啊。兄弟们，我每天的营地都会告诉大家我在哪里，至于你们跟不跟，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哈。看看我选择的地方，每天都是应该是很那个叫偏僻安静吧。我在考虑今天要不要在这里休息。今天走了30公里。我突然发现这里还有个公厕，那我就决定在这休息吧。这个公厕没锁门，挺好啊，不错。不走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，直播的背景也好漂亮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在这里，我先吃点饭，吃完饭咱们就直播开唠。好漂亮。今天走了20多公里，看看有多少电。我还准备用电饭锅做饭，94%，94%我明天还要出发，所以说今天可以用电无忧了。它这个电池，我就感觉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小巧，而且没有什么声音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不影响睡眠和休息。商家说这个电池是半固态电池，安全性非常高，比那些磷酸铁锂的还要安全，但是成本要是磷酸铁锂的2.5倍，所以说比其他电源要贵一些。贵有贵的好处，小巧，它这是铝合金的，是太空铝还是铝合金的，兄弟们我也忘了，你们可以和客服沟通一下。反正说它可以自身就散热，所以很少启动这个风扇，风扇的噪音几乎我都没有听到过。你们也可以考虑考虑啊，主播同款。
然后今天咱就用我的小饭锅做饭了。头两天都没舍得用我的小饭锅，我想在那多住几天。今天咱继续吃高粱米。这个高粱米不顶饿，但是它下饭儿，煮两把就够了，煮多了吃不完。给它放着煮饭功能，然后我去剪视频。今天我准备做黄瓜炒鸡蛋，配上高粱米饭。有时候特别喜欢这种一个人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做点饭吃，有的时候安静久了还得胡思乱想，这人这东西吧，是不是得偶尔热闹一下，偶尔安静一下，哪一样时间长了都不好。今天我的心情就特别平静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感觉今天可能是这个景色吧，让我感觉心情很好吧。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人一车自驾游，为啥兄弟们？那就是一个人去哪里它方便，不太显眼儿。你要是好几台车，五七八台的，这地方就满了，让人一看以为是干啥呢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也不太安静了。再有我去的地方都不属于什么景区，就是路边儿。今天这个地方估计睡觉又会很吵了。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也不知道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才算是幸福。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视频，才让我明白为什么现在好多八零后都喜欢出来自驾生活。大家看看觉得这段话对吗？大部分八零后爸爸现状都是这样的，穿着普通廉价的衣服，过着忙碌憋屈的生活，白天忙忙碌碌，晚上辗转反侧，三十已过，四十出头，不敢跟老婆诉苦，怕老婆伤心，不敢和孩子争吵，怕孩子叛逆，不敢跟父母喊累，怕老人操心，上对不起父母没有尽孝，下对不起孩子没有尽责，中间的老婆还不依不饶。他们努力工作，但负债累累；他们经历顾家，却总敢力不从心；他们心中有泪，却选择坚强；他们渴望突破，却时常感到迷茫。回首过往，总为他人着想，却鲜有人真正理解，最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